哎，站过来，站到中间，往中间站啊。哎，女方搂着男方的腰。哎，对，男方你能不能高一点啊？这怎么高啊？给他垫个东西。哎，这就好多了啊！哎，女方的手伸向男方的臂弯儿，哎，就是嘎吱窝，嘎吱窝。说嘎吱窝就完了嘛。哎，男方自然点，自然点。哎，你看过那跳探戈吗？探戈。你这怎么像这董卓的炸碉堡啊？不是你屏幕屏的，拍不拍？哎，给他个花，给他个花。花。哎。看着我，看着我啊！深情款款，哎，笑笑笑一个啊啊！哎，好，再来一张，保持姿势啊，别动啊！哎，好，哎，换个姿势，女的呢坐下，男的站着就可以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女方头往后仰一点，仰一点，这样行吗？哎，可以，男方的右手搭在女方的头肩上。哎，好。老板，烤俩肉串儿。伙计，加一烧饼。来喽。以后啊，这是想送二姨，别带大不了。论条件，人家比咱们强多了。另外，马上到一起了啊，乐乐呵呵多好。我说这话你听见没有？哦，您吃吧，我上班了。注意安全啊，走老杜，哎，干得不错嘛！干了啊！这点意思，就这点事，我这点屁事儿啊，全指您找一个人。来，说说屁事儿。屁。你想怎么？经理。哎，那边的车。宋阿姨，哎，小雨来了，来，给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哦，哎，这是地址啊，哎，你记好了啊，这是花儿的客人说，要是一男的开门呢，你就说送错了；要是一女的呢，你就把花给他，
尝尝尝，哎，记住了啊。行，哎，再见。哎，路上小心点啊。您是李莎莎小姐？对，我是。啊，不是，这是您，这谁捅的花？那个什么？干嘛呀你？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，上面有你的名字。告诉你，你是你哥，你别给我来这套，来者马上给我滚蛋！这是我的地儿，要管你先管。马上给我滚，双手就走。赵老师，今天怎么又送花去了？艳丽啊，不远，就北探庄那边。路上车那么多，小心点啊。哎，知道。进去。小雨，这是你丢的吧？还给你。小杜，哎，上了爷爷的班了，困不困呢？不困。哎呦，这花招了蚜虫了。哟，是吗？我去买点乐果去吧。哎呀，不就乐果吗？我买去就行了啊，赶紧回家睡觉吧啊。那个没乐果，敌敌畏也行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，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Thank you.
娟儿，娟儿，嘿，嘿，别睡了，嘿，娟儿。这小雨他妈从东北托人捎点东西。嗯，昨儿你不在家，搁我这儿了啊。嗯。行，怎么样？嗯，上我那儿商量吧，姐。嗯，太困了。昨儿你赢了我三把，今儿就让我赢一把就不成啊？嗯，那你就得说四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歇菜吧啊！嗯。哎，哪位？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好好，马上过去啊！好嘞，哎，这谁呀？哪位祖宗啊？给你吓成这德行？嗯，比我祖宗厉害。小雨学校的教导主任，兔崽子又惹祸了，这是。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跟你谈一下你们家杜小雨同学的学习情况。让您费心了。你离婚早，我知道。这两年是下岗了，啊，管孩子的事儿呢，你又插不上手。但是目前这个情况，你是非管不可，啊，这孩子太危险。老师说一句话，他有八句话等着呢。你说这怎么教？他们班那个班主任赵老师，给他补了多少课呀？这底下费的劲儿就大了，啊，你说怎么就不见他长进呢？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啊，影响到我们学校的升学率，这问题就严重了，啊。主任，我回去我狠狠地批评他，争取重新做人。这没那么严重。哎呦，怎么了，主任？哎呦，哇，哎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昨晚睡落枕了。哎呀，这今儿这一天都不舒服。我给您揉揉。那个我呀，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当过赤脚医生，跟那个关宁鹏的老中医学过按摩。我试试，就这儿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您松手来，来，好，就这儿来，好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好点吗？哎，好嘞。那个。我想待会儿啊，去见见赵老师，当面谢谢人家。您看，今儿就别去了，他们家出事了。嗯，啊，他儿子不是大工程兵吗？在开发大西北的时候牺牲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哦。赵老师，天快黑了，你该回家了。赵老师，我送您回家吧。你先走吧。
赵老师帮了补那么长时间课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猪脑子。以后啊，这学也别上了，我也不给你掏学费了。晚上替我看车去吧，我还在家自己踏实觉。哎，大爷，快看。你妈说了。穿吧，长那么快，再不穿穿不了了。知道了。那那。他爸爸上晚自习去了。嗯，送阿姨再见。嗯，这小子也不像谁啊，三脚踹不上地。反正不像你。哎，干嘛呀？干嘛呀你？哎，你拉窗帘干嘛呀？那你干嘛呀？这款式怎么样？行，漂亮。戴，戴，戴，戴。戴什么呀？戴上，戴上。姐。嗯。好看。那干嘛呢？你哼哼唧唧的。我今天可以晚点去。去。都听见了。我把电视开大点声。哎呀，开大声管屁用啊！你把这床动起来跟坦克似的。行了啊，等明儿新床来了再说吧。哎，明天新家具也到，结婚证也照了，就等着办证了。哎，最近这书我看着挺长学问的。啊，等咱们结婚之后，我种花。你卖花，一条龙，那你嫁给我就不亏了。我是我亏了吗？行了啊，办证的事儿我想着呢。荷花，咱们价钱可以商量。价钱不是问题，您看您要喜欢的话，这荷花的。轻点，那好几千呢。哎，大嘴，啊，心准备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酒席这您包我了啊，七斤八两，少一个您就把我当走。走上来上来上来！哎呀，
这床没动静了。老板，有个人把花店的玻璃给砸了。谁呀？就是他。行啊，过得挺舒服啊。你提前出来了。就找个这，整个一个面瓜呀。跟我回去，咱俩还没离呢。我先回去吧。行啊你过得挺你过得挺舒服啊，我在里边待着啊，你在外边养野汉子。行啊你啊，眼里还有我吗？眼里还有我吗？你说话有没有良心啊？啊，刘三，你从来就没拿我当人。这家全你给堵进去了啊，你倒是进去了，连堵在门口问我要去，我不开花店你吃什么啊？你要怎么活？怎么活？你他妈爱怎么活爱怎么活怎么活，爱怎么活怎么活，你干的破事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？你有我吗？愿意有我吗？我告诉你刘三，你别让人家这么心眼瞎我。是他是没钱，混的也不怎么样，可是他拿我当人，知道疼我，我乐意跟他。他就是整天供着你，没离婚之前你是我老婆。我不是来监狱找过你吗？你同意离婚了的。我是同意了，哎，我还签字了呢，啊，不算不算，我他妈弄死你！你想离开我啊？我他妈弄死！不是，这玻璃谁碎的？哟，刘三，你回来了？提前出去。哦，行啊，提前出来好，好好干啊。是。哎，我问你，这玻璃谁碎的？玻璃，小二踢球踢的。小二？嗯。他说的对吗？嗯。这谁家的孩子这么没规矩？我看得找大人陪啊。没事，都街坊。刘三，我跟你讲啊，既然出来了，咱就好好干。再一个啊，以后每周到我那儿汇报一下事情。那肯定，肯定，肯定。你老婆把这花店可弄得不错，你以后要再出去赌，你就自己把手给剁了。哎，我们政府教育那么多年还赌啊？小心。行，你别给我这唱高调了啊！回来就好好干，多帮着点老婆。是啊，你瞧你这回来把这闹得跟猪圈似的，乱七八糟，让人看笑话，明白吗？是。哎，宋，如果他以后要再敢欺负你，你跟我打声招呼，我替你收拾他。谢谢大王。行了，你们收拾，王老板，你坐会儿啊。行了啊。怎么弄死你？小雨啊，这几天我要去趟西北处理点事情，我请了六班的王老师代课，你可别给我惹祸，我就不放心你。你要做的老师在和老师不在都一个样，我上回给你补的古文你都要背过，我回来给你摸。嗯，上课去吧。张老师再见。
姨。婚了吗？我什么人了我？我不是有病吗我？我买这东西干嘛我？上次我去监狱的时候，他答应离了，事儿到现在又变卦了。那怎么办？爸，吃饭。我先回去吧，这事儿回头再说。您不吃了？吃了。你还没吃饭呢。喝水吧。啊。哎，我绝对没喝醉。你再让我喝一杯，我把心窝子话跟哥几个说明白了。都来了，走一走。哎，车，谁有车？我。丢人了。哎，谁啊？哎，谁啊？快起来。派出所的。不是，我是啊，不是的。您哎呀，我慢点。哎呀，我不是，我在这还坐着。奶奶呀，你让我喝一杯吧。哎，对了。我管他叫奶奶，他不答应；你管他叫奶奶，他答应了，我就去了。
呀，奶奶不分岁数，不叫我还不行。奶奶，你叫奶奶，快点！叫奶奶了，这太叫奶奶了。奶奶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喝多了，师傅。她是奶奶。爸，我先回去了。不要写作业啊！之内必须交齐，说捐五块的，到时候捐一块钱可不行啊！啊，谁还有变动吗？没有。我有变动。你有什么变动啊？我也捐。你就甭捐了。不会啊！你能捐多少啊？能捐了，你家挺困难的。困难就不能捐了？你能捐多少呀？300。300。彩票中头奖了吧？我姑姑那头头奖500万，我真捐300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捐3000了。真的？你这样也就30。哎呦，叔，您再看一眼我这邮票吧，我攒了好几年呢，没有几手，真的不卖它。叔，你就是大爷，他也就40。成，大爷50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？你说我今儿怎么遇见你这一点啊？我收邮票收出过神来，这是哪儿的哪儿的事儿？50，看好了啊。这哥几个是平时都是自己借点钱花呀？我没钱。
啊，没钱欧你呀？我刚才打上来，是不是有钱呀？啊，干嘛去了？干嘛？我干嘛？这是他们抢你那个300块钱，钱让人抢了，你来报案，你找警察呀？我们干嘛呢？我们是摆着。你人不大，你不学好，一天到你倒学会打架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这事儿算轻，我告诉你要严重了，非拘了你不可。天到晚的不学好，哎，老杜，正好我这正找你呢，这事儿知道了吗？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我也就不多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孩子可得好好管教了。你要再不好好管教，将来出了事儿你可别后悔。去，写检查去。你还愣什么眼儿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检查写的不深刻，你甭回家。你看着他点儿。哎，我去处理那几个去。你怎么还来劲儿了？行，写金头，我不管，我教你。检讨书，陈州侧判千帆过，并数前头万木春。写，你怎么不写呀？你不写，你为什么不写呀？啊，这是好人待的地儿吗？你不写，人家不让你回去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先打的我，他们先抢的钱，我没错，我不写。他们打你是他的错，你打他是不是你的错？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那大姐说他们拿我300块钱，这还给我打成这样，我招不惹他们了，我怎么了我？大爷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你是爷爷，我错了，都是你看着点，你看着点啊，我写啊。嗯，说吧，陈周策来，
怎么回事？啊？干嘛呢？这是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放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啊？干嘛呢？这是？放！谁呀？我说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不长眼力劲儿？没看搬东西呢吗？不是你看什么看？我老婆都让你白玩了，我不收拾你就便宜你了。别，哎！怎么意思你？不服啊？哎！哎，同志，我想给你打听一下那个杜红军先生家住哪儿。啊，您好。我把相片给您送来了，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好吗？嗯。嗯，好。那把东西给您放哪儿呢？不。啊，好。留着壶顶吗？快点儿。吃饭了，听见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给你的饭全吐出来，怎么来这个呀？小麦长大了，整天还了你，长臭啊！就会这，来吧，抽吧！不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怎么回事儿？这个啊，绝交捐款，你管我要啊你？啊，我什么时候短过你的钱花？学校要钱，我什么时候没掏过？你还自己凑钱，你还找流氓打架呢？你没爸呀你啊？你干嘛不管我要钱？你捡你爸挣的钱，贱是不是？你不就会跟我来这吗？有本事你找刘三的呀！砍了！你懂得个屁！
屁呀你啊！啊！你爸爸像你似的跟流氓打架，你爸爸懂法，你爸爸不是流氓。人家小宋阿姨没离婚呢，我去闹我就等于破坏人家的家庭，你懂不懂你？好，你爸爸我管不了你，18岁以后你出去跟外国人似的啊，自力更生。你瞧不起你爸，我不给你丢这个人。走走走，滚滚走。有话说在当面啊，我跟小宋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，虽然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我疼他，我不欺负他啊。如果你不想离婚，你必须做到疼他，别欺负他啊。如果做不到，你痛痛快快赶紧离，是吧？要什么条件我肯定答应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要不然不明不白老他妈插过算是怎么回事？这哎，你长能耐了，你怎么着追上门了要老婆啊？等着，老杜你我把话说明白，我必须说，我说明白。来，媳妇儿领走，把手镯都放那儿，放这儿。刘三放开，放这儿。我他妈剁了你，来啊，来。他妈长能耐你！我知道我配不上你。我求求你给我句实话，你到底想不想跟他离？如果不想离，没事儿，那新家具就算送给你们了，回头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如果想离，咱到法院给他打官司去，他要什么咱给他什么。你为了300块钱和那些流氓至于玩命吗？聚众打架，学校是要给你处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走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就惹祸吧。300块钱哪儿来的？你要300块钱干什么？你爸爸容易吗？你就不心疼他？你到底要300块钱干什么？捐款。捐款？捐那么多？赵老师，我知道您儿子在西北牺牲了，我给那儿捐钱是想把那儿建设得更好，这样您心里也会好受些。那钱不是我偷的，我把我最心爱的机油伞卖了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钱。是这样。
说啊，我回来以后，你还没好好伺候伺候别动。喝多了吧你？你他妈在外边伺候野汉子，你就不能伺候我？怎么了你？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恨我吗？恨什么？我22岁就跟了他。那时候他就喝酒赌钱，我爸我妈还有周围的邻居都不让我跟他离婚，说一离了婚就没脸见人了。后来他进去了，要债的把家里的东西都给搬走了，为了凑钱我什么都干过，我还到火车站给人擦过鞋呢。到后来账还清了，又开了这个花儿店，然后又遇到了你，我就想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，我总算活得有个人样了。知道你就跑这儿来了，你跑这儿伺候他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哎，怎么回事？动手是吧？怎么回事？都跟我说，都跟我说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他妈你干我！张爱天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小兔崽子，你给我回去，回去我砸断你腿！你欺负个女人干什么？你小兔没有，就住这儿，我看着看怎么样？他再来，咱调派出所去。反贪了我！来，看我看一下市长，有事说话啊！谢谢谢谢啊！谢谢啊！对不起，这没改造好啊！对不起。
车吗？刘子儿，刘子儿，有种的你回来！我，你他妈的混蛋！请您放心，明天这车就修好了。咱们这么大歌舞厅不会不负责任的，对对对，我们内部也会严肃处理的，您放心。好，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理吧？彭总，不是我没看好，是有人诚心坏我。我能找这人？我找他干嘛？我就找你了。你是看车的，你得负责任。怎么着，有人想坏你？那咱这停车场这车还要不要了？把钱赔了，以后的事再处理。刘三儿，怎么着，杜哥？你砸我车干嘛？你砸我车干嘛？你砸我饭碗去，你知道吗？杜哥，年龄大了，眼花了，看错人了。我砸你车干嘛呀？就是你砸的，我看见了。你在前面走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负责任，你得赔。你说咱俩没冤没仇的，就为一个女的，不值得。干什么你？耍什么无赖你？姓杜的，我都跟你说清楚了啊，别给你脸不要脸。滚蛋滚蛋滚蛋，不滚，他妈滚蛋滚蛋滚蛋，他妈歇死，滚蛋，流氓，无赖，流氓，流氓。人能承认吗？就剩这一饭碗了，还是刘三给砸了。得得得，老杜别说了，赶紧掏钱赔车吧。经理可说了，你要是不掏钱，我们哥几个可都得下岗。是啊，我们哥几个拉家带口的也都不容易。老杜，你得为我们想想吧。你看这老张，他妈住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等着钱用啊。现在是一无所有，连狗和孩都赔不进去，咱还是找派出所吧。这事儿跟派出所怎么说呀？再说了，要是把他逼急了，他什么干不出来呀？等等再说吧。
么词儿？黑贼和王八蛋！你就摁死你！别他妈陷害人！陷害人！我他妈弄死你！你是二十年前我他妈就玩，还他妈指挥官！你这弄！就这个小兔崽子，你他妈给我玩这，我他妈拍死你啊！你装他妈什么孙子？你给我装他妈什么孙子？你不是人！动！咱打不起了，咱赔不起人家，咱们。哎呀，老杜，你就别再打他了。他拿一板砖给刘三去了。你说一孩子。你别说了，我们家事儿不用你管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宋阿姨，我求求您了，我们家请不起您。您看我爸都成这样了，还陪着您一起折腾，以后您别来我们家了，成吗？我求求您了。先写会儿作业，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。我还忘了，今天是你生日。蛋糕。你来个这个吧。是这款吗？对。多少钱？98元。有50多的吗？有。我来个50多的。那您这款还要吗？不要。那您稍等啊。
喂，急救中心吗？我是过路的。哎，我在玉新路二号玉新花店看着打架的了，满脸是血躺在地上，不是一个就是两个吧，快来吧。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爸。谁要了？嗯。臭小子，一眨眼，比爸高一头了。小时候多好。又好玩又听话，我记着四岁那年你睡觉，我还给你画眉毛脸呢。十六，好好读书，啊，嗯，将来考大学，考硕士，考博士，别跟爸似的没本事。
你去把那个床底下把那箱子拿来。写了个信，让我都扣下了。我嫉妒她，她一个女人混得比我明白。见着你妈别说啊。啊？我想好了，你上你妈那边去吧。虽然。那边没有北京这么热闹，但是学习水平挺高的。爸，您别和小松阿姨结婚了，咱俩也能过。我将来也能赚钱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我不怕他们。儿子，我不配给你当爸爸。我让你跟我受委屈，有好多孩子应该得到的东西，你得不到。爸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学校一次一次的把您传过去，我改，我努力学习，我一定考上大学。刘三出来以后都干了点什么呀？他什么也没干。都跟谁来了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没听说跟谁结仇什么的吗？稍等啊。喂，叔。哦，好。我马上就回去。走吧。有人自首了，那先这么着，再联系。我想想，我怎么办？
学习，好好吃饭，钱就得朝着根儿抽的你。妈，我不要钱，我就好好念你，我错过今年了，我你说什么我都听。这都是你爸的意思，你不走也不成啊，没人照顾你啊。我能照顾我自己。你还是一孩子呢，你爸想让你到你妈那儿上学去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啊，回头啊，等你爸出来了再把你接回来，行吗？好了，就这么着吧啊！你收拾收拾，回头我送你到火车站。那这么说，你就不能来咱们学校上学了？我们也见不了面了，是不是？等我给你写信吧。好，你一定要多保重。先回家吧。那你呢？我再待会儿。咱们一块儿走吧。你自己走吧。那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记得来信，电话跟地址都带了吗？带了。我怕你丢了，又给你抄了两份，一份在箱子里，一份在铅笔盒里头。到了那边啊，你一定好好学习，千万别忘了你爸爸啊。嗯，宋阿姨，您回去吧，谢谢您。你还有什么让我转告你爸的吗？您跟我爸说，我挺后悔的。我老惹他生气，还不听他话。其实现在想想，我爸说的都是对的。我跟他在一起过得挺好的，只不过时间太短了，就像过了暑假一样。这话我就不帮你转告了，等将来啊，你自己跟他说吧，啊。哎，快上车吧。宋阿姨再见。哎。
我把小雨送走了，我看着他上的火车，啊，他身上还穿着他妈给他买的那件 T 恤衫呢。挺好，小雨跟着他妈比跟我强。你别这么说，小雨他挺不愿意走的。你怎么样？整天待在医院里，啊，花店也关了。刘三现在什么情况？他手术挺成功的，医生说啊，可能留下后遗症吧。老杜，你说你这么做？你值吗？你干嘛那么冲动啊？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冲动，这事儿我还是有点计划的。这王八蛋出来之后，抢家具、夺我手、打你、打小雨、砸汽车，前前后后欺负了我五回，我就想我拍他五本砖，我报仇。没想到这王八蛋三砖下去那孙子样，我不想把自己弄一死罪，我也想有朝一日出来看我儿子长大成人什么样。有时候我也挺机灵的。